大家好，今天这盘棋是1976年日本第31期本因坊决赛当中一盘棋，对阵的双方是武宫正树和石田芳夫。这盘棋也是本因坊决赛当中的第三局，武宫正树执黑先行，白棋石田芳夫，黑棋三连星，白棋挂角，黑棋高挂。白棋一飞，黑棋脱角以后，双方在左上角走了一个定式。下一步黑棋拆边，普通黑棋拆在这非常扎实，实战黑棋拆的幅度有点大。那么对待黑棋这种大幅度的拆边 ，AI 推荐白棋可以直接走这个小飞，黑棋。补一手的时候，白棋呢再来点角。实战石田芳夫直接点角，黑棋从这个方向挡住白棋。这一招棋很容易理解，也非常符合武宫正树的棋风，就是要扩张右边这个模样。但是呢，当前局面下黑棋这个挡还不是胜率最高。AI 的推荐黑棋挡在这边。胜率稍微高一点，白棋三路爬，黑棋长，白棋二路搬占以后，黑棋考虑脱先，抢占左下角这个挂角，即使将来白棋断在这儿，黑棋在这个地方还有靠的一些借用，实战黑棋挡住，白棋挡。黑棋长，白棋直接粘住这个断点，脚上白棋的实地非常扎实。这只白棋也可以考虑从这个地方贴起来。黑棋往下冲，白棋渡过，黑棋扳角，这是次序。这是白棋一般情况下不肯反扳黑棋。黑棋这里有一个断，白棋需要连接。黑棋从上方一扳，两个白棋的气就变得非常的紧。这个地方白棋不肯扳，大致是要跳出来。黑棋往角上爬，白棋再走这个小飞，白棋可以顺利的扩张了上方这个模样，这也是白棋不错的一个局面。实战石田芳夫直接挡住，黑棋一飞，双方的形势要点，白棋挂角。黑棋一箭地加，至此，双方的布局各取所需，白棋获取实地，黑棋呢获取外势。那么下一步，石田芳夫直接打入。那么现在白棋打入到黑棋这个大模样当中，有点操之过急。这是白棋可以在左下角先守角，静观其变。当黑棋在这一带防守的时候，白棋呢再考虑打入，这种打入非常彻底。实战白棋直接打入，黑棋从上方飞入白棋。下一步白棋完全可以通过这种拖、这种小尖、黑棋挡、白棋在虎的这些手段来活棋，但是呢，这种活棋的手段。会把黑棋的外势撞得非常的厚，于是石田芳夫实战另辟蹊径，走了一个大跳，还是有点意外。黑棋挡住，白棋二路扳，黑棋反扳，白棋一虎，黑棋一路打吃的时候，白棋反打，形成一个打劫。白棋就是依靠这个打劫来牵制黑棋右边这个大模样。黑棋先提劫，白棋拐了一个，黑棋挡住，白棋提劫，黑棋往下冲，白棋挡住，黑棋提劫。下招棋，白棋断了一个。对待白这个断，黑棋脱先，踢掉这个子，把这个劫消掉，黑棋呢在这一带的棋形非常厚实。
下一步，白棋把这个子查了出来，威胁上方的黑棋。但是呢，这一招棋不是最好的下法。白棋在这一带的棋形要点是这个跳。黑棋如果打吃，白棋就长，吃住三个黑棋，实力非常大。如果黑棋从这个地方打吃，白棋长，黑棋冲的时候，白棋挡住，黑棋即使能断掉两个白棋，白棋往外一拐，在这个地方黑棋啊是没有办法争吃白棋。既然黑棋对待这个跳不能两边打吃，黑棋只有走这个小尖，白棋可以先贴下去，黑棋往脚上虎，白棋扳住，黑棋反扳，白棋就立。下一步黑棋终究是要跳回去，白棋可以先打吃，黑棋粘住，白棋冲，黑棋挡住，白棋再冲，黑棋扳过，白棋先扑，黑棋提掉，白棋打吃，黑棋粘住。在这个地方白棋把黑棋全部都压制在低路，然后呢白棋再扳出去，这是白棋当前局面下最好的下法。实战白棋查在这儿，黑棋小尖，这也是黑棋取得连路的一个要点。白棋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分段黑棋，于是白棋小尖出头，黑棋小尖，白棋立了一个。白棋立到这儿，下一步这个地方产生一个挤，甚至呢白棋再来小尖封锁黑棋。于是黑棋一虎，白棋先靠出去。黑棋扳，白棋退，黑棋贴了一个。这招棋让白棋这一带的棋形有点难受。实战白棋从这个地方顶住黑棋，但是呢，这招棋啊有点把白棋的棋形走中的嫌疑。这时候白棋还是应该灵活转身，先断掉黑棋。黑棋如果打吃，白棋就长。黑棋挖断白棋的时候，白棋呢就从这个地方往下拐，黑棋再长，白棋再贴下去，至此这一带白棋的外势啊非常的厚，白棋这种下法比实战啊稍微好一点。实战白棋顶在这儿，黑棋捕住这个断点，白棋一团，黑棋一顶，下一步白棋往下贴了一个。期待黑棋度过，但是呢，这一招棋是石田芳夫的一部问题书。即使要在这一带行棋，白棋应该是底。黑棋如果冲断白棋的话，白棋也断掉黑棋，黑棋必须二路虎。将来呢，白棋在这些地方有一些扑的借用，至少白棋啊在这一带不会落后手。实战白棋往下冲，对待这个冲，黑棋居然置之不理，选择了脱先，从这个地方封锁白棋。白棋先跳一个，黑棋继续封锁，黑棋在这一带的封锁下得非常强硬。下一步白棋在这个地方不能粘，黑棋一虎可以度过，白棋走了一个小尖。白棋走这个小尖，黑棋在这个地方不敢断掉白棋，因为白棋一扑，黑棋踢掉，白棋就粘住，黑棋需要收气，白棋一拐，黑棋粘住，白棋收气，黑棋打吃，白棋收气，黑棋踢掉，白棋打吃，双方啊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结争，这个结争对于白棋来讲非常有利。那么在这个地方黑棋不能断掉白棋，但是下一招棋武功正术走了一个小尖，这是黑棋局部摆脱困境的唯一的妙手。白棋如果挡住，黑棋一断，这三个白棋是没有办法和上方的黑棋展开杀棋。当黑棋小尖的时候，白棋一看在这个地方啊没有办法分段黑棋，于是飞了一个，黑棋
继续封锁白棋。白棋先扑，黑棋踢掉，白棋粘住，黑棋一路爬过。既然在这个地方白棋没有办法分断黑棋，白棋呢就靠了一个，要在黑棋这个大模样当中做出两只眼，黑棋粘住，白棋贴起来，黑棋一断，白棋打吃，黑棋踢掉，白棋又冲了一个，黑棋挡住，白棋粘住以后，黑棋呢补住断点，下招棋白棋小尖，要在这个地方建立眼力，但是呢下一招棋武功正术直接点了进去，看来是啊武功正术在这一带要痛下杀手。那么黑棋点在这儿，首先白棋这个地方挡不住，黑棋一断，这个地方有冲，这个地方有打吃，白棋如果粘在这儿，黑棋可以从这个地方冲出去，白棋扳不住黑棋。于是石田方富打吃白棋，要通过这一带的打劫和上方的黑棋展开对杀。那么武功正术对待这个打劫置之不理，先断掉白棋，白棋提掉这个黑棋以后，黑棋呢再往外一跳，下一步白棋开始收气，先搬了一个，黑棋断，白棋打吃，黑棋踢掉，白棋在这个地方团了一个，第一收住黑棋的气，第二呢避免了黑棋这个拐吃。那么黑棋呢先粘住，先把这只眼做成真眼，下一步白棋打上去，双方啊在这一带又产生一个打劫。黑棋先提劫，白棋一拐，下一步要吃黑棋的接不归，黑棋粘住，白棋提劫，黑棋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宝贵的本身劫，白棋粘住，黑棋提劫，下招棋白棋从这个地方收气，紧接着还是要吃黑棋的接不归，这种黑棋不敢接，下一步黑棋不太好找劫财，于是呢黑棋打吃这里的白棋，消掉这个劫，当白棋踢掉以后，黑棋从背后打吃。那么黑棋消劫以后，白棋也吃住了上方的黑棋，至此双方啊在黑棋这个大模样当中形成转换，白棋成功活棋，但是呢黑棋的外势变得非常的厚，那么黑棋这个局面啊非常有利。下步黑棋先立一个，这是先手，白棋挡住，黑棋抢占了挂角这个大场，白棋脱角，白棋跳出来以后，黑棋从上方压住白棋，又扩张了这一带的模样，白棋搬，黑棋退，白棋再压，黑棋搬住白棋，白棋再一虎，下招棋黑棋普通是要长起来，这一带黑棋非常厚，但是呢考虑到白棋这个时候可能会靠上去和黑棋展开腾挪，这个地方存在一个断点。那么武功正术也意识到局面非常有利，走得非常扎实，直接就补住了这个断点。如果让黑棋左边这个大模样全部成空的话，白棋的局面不乐观，于是石田方夫放出胜负手靠了进去，要破坏黑棋这一带的发展。黑棋选择的是二路搬，不让白棋在下方作眼，白棋反搬，黑棋打吃，白棋在左边交换了两招棋以后，从这个地方跳了起来，黑棋靠上去要靠断白棋，黑棋在这个地方下得不手软，白棋先打吃，黑棋提掉，白棋再打吃，双方啊又在左边形成一个打劫，白棋要通过这一带的打劫威胁这一带的黑棋，达到呢破坏黑棋中央大模样的这个目的。那么白棋打吃以后，黑棋
也没有消解，强行把这个子又长了出去，要强杀中央的白棋。白棋先提劫，黑棋一路搬，白棋搬住，黑棋提劫，白棋提到这个子是劫材，下一步要收气。黑棋从这个地方打吃白棋，白棋提劫，黑棋从这虎了一个，白棋一立，黑棋提劫，白棋提到这个子还是劫材，黑棋呢吃住三个白棋，白棋提劫，下着棋，黑棋呢靠了下去。那么白棋先贴住，要在这一带整形，刺激呢要在这个地方断掉黑棋。那么白棋压住以后，黑棋也没有提劫，开始搜刮白棋这个角，搬了一个。白棋先打吃，黑棋提劫，白棋从这里顶了一个，下步要分断黑棋，黑棋粘住，白棋提劫，黑棋扑进去，这个地方还是要存在一个劫材，白棋踢掉，黑棋提劫，下一步白棋不太好找劫材，从这个地方刺了一个，威胁这个断点。如果被白棋断掉以后，将来呢在这个地方白棋还有点冲的一些手段，但是呢对待白棋这个劫材，黑棋置之不理，算得非常清楚，消解。那么白棋也断掉了黑棋，那么白棋断掉黑棋以后，黑棋也没有在这一带补棋，又往角上一爬，要吃白棋这个角。这时白棋也顾不上这个角的死活，于是呢小尖了一个，第一扩张这一带的眼位，第二呢继续威胁上方的黑棋。这时白棋没有敢直接动手，黑棋从这一双，这个地方白棋不太好封锁黑棋，于是白棋就走了一个小尖。那么白棋小尖以后，黑棋也没有在这一带补棋，从这里贴了一个，下步白棋如果敢冲，黑棋挡住，白棋刺的时候，黑棋可以从后面吃白棋的接不归。那么黑棋贴在这儿，白棋又靠了一个，黑棋这个时候又点了进去，又要强杀中央的白棋。白棋一长，黑棋搬了起来，白棋再一小尖。其实啊，白棋在这一带的下法都是在整理心情。下一步，当黑棋粘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石田芳夫已经无心恋战，最终呢这盘棋武功正数，中盘战胜了石田芳夫。